好。好，那那个各位老师，各位老师，现在请为了要比较声音比较干净哈，也就是你没有在发言的时候，你先把麦克风先静音掉，好，这样你那边的声音就不会传到大家的荧幕去了哈。还没有发言的就先把你的声音关静音掉。那一样哈，跟上次一样，假设说你觉得学生太吵了，又有人没有关静音，老师你也可以直接就把它全部都静音。我现在整个画面都在录影哈，所以我也可以去把它 全部都把它关成静音。好，假设说这边啊，我看到全部都关静音。在哪边呢？啊呀呀呀呀！管理会者这边，好，这里哈，这边有一个全体静音，然后一个全体解除全体静音。那现在哈 ，OK， 我看好谁还没有关掉 ，Winnie 耶，麻烦你也先关一下。好，还有 Krista， 还有 Stacy、Selina、Caroline、Melissa， 麻烦你们先把静音先关掉，然后由我这边先统一出声音。好，然后老师你的最好给我一个名字，中文英文都可以，你要写陈老师林老师都可以，因为有的会显示是 iPhone 或者显示 iPad、好，所以我现在有听到一个小朋友在讲话，所以老师看一下，你如果跟大家跟家人一起看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先把你自己的麦克风先关掉，必要发言你就要练习去开麦克风讲话，那现在先关掉，现在就非常安静，谢谢。 OK， 好，we have 29, we have 30 people now in the meeting. 那首先要讲说这个哈 ,Zoom 哈，它就是终究它还是一个会议用的，并不是教学用，所以这点我们要先意识到，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一开始就设计是给教学用的。OK， 好好。来，进来老师，进来老师请先关麦克风。看看。进来老师请先关麦克风，因为听到很多声音。管制，你妈妈有多伟大？好。来，等一下哈，我再看一下画面哈，来。而且看外面有没有那个。来，我先写一下哈。要熟悉啊，不然就。那可以到处吃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小吃的、啊、那个。昨天给大家看的食物，一碗才180。碗看起来蛮大的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多？不知道，装起来视觉上是蛮不喜欢，不少，但多人。麦克风是哪一个？好，这是我分享的我的白板哈。那是不要换下来了。哎，对。不晓得要换哪一个？我那个那个谁，是这样的，张亮对了。哦。他从楼上都摔下来，下雨天摔下来。老师有看到这个画面了哈。那我们宝宝，我们专有一集。还是有人没有关掉，因为有很大的声音，不晓得是谁的，麻烦关一下麦克风，谢谢。OK， 好，可以了哈，那我要回去了哈。好，回来这边，那我们有36个，好，来，再一次哈，我再讲一遍，老师，如果你还没有那个的，还没有发言，麦克风静音掉，那个麦克风静音就是一个红色麦克风，把它关掉，就是麦克风静音哈。好。好，我看还有谁没有关掉哈 ？Amy 还是谁？还是谁？还是庄老师？还是谁？麦克风麻烦静音一下。OK， 好。
好，上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就是讲到是用你们都是学生的时候，所以有些老师熟悉你是当学生的界面。那我现在这边我整个都在录影当中，所以到时候会再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去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，如果你有打开来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了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功能哈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帮同学静音掉，就像刚才我会一直讲，因为很多人会开着，然后会有很多的声音会出来，最好就是我会你要主持的话，我会希望你戴一个耳机，什么耳机都可以，你的声音会比较清楚传出去啊，然后噪音也不会哈，那些杂音比较不会进来，然后你的学生在看的时候，就像你们现在在看的时候，其实用手机也可以，也是最好是戴耳机，其实戴耳机会非常清楚，也不会吵到人，然后收音也会比较集中，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戴耳机、okay? 除非你的房间非常非常安静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办法很吵的话，老师你可以在右边这边等到全部把它弄静音。好，这边我现在在这边画面有出来，就是我照个相给你们看啊，在这边。各位小朋友，等下唱歌哈，在这里哈，这个画面这里哈，在右边你我主持人主右画面就会看到这个，有可以静音的哈。来，现在有哪个老师，请举个手，你想要试看看当主持人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画面的有没有，看可不可以。有要举手的。看看，你要试看看，举个手，有没有？我就切给你。嗨，嗨，谁要试看看？举手在哪边呢？在那个，在哪边呢？在，我看到，我现在这个界面我不太清楚。哎，举手在哪边？谁帮忙一下？灵芝举手在哪边？灵芝麻烦讲一下。右下角。右下角的回应是不是？不是，有点点点的。Okay, 右下角有。我哈，我跟你讲，我因为我的那个笔电有问题，所以我现在用另外一个。分组讨论字幕，停止聊天。你们来看一下是怎么使用。我找不到我的那个。那个。我先右下角在聊天那里。在聊天那里吗？举手吗？对。想要露脸，你要点与会者。有，我有点。与会者点进去，在右下角有个举手，点个人可以点，那个、然后就会。OK， 那我先切给那个谁好不好？那个我现在看到举手是那个 Hank 可以吗？我先切给你看看哈，你看你能不能主持一下，然后你看一下你的画面，如果有的人的话。等一下哈 ，Hank， 我找一下，在这边好 ，Hank， 然后呢，我会请你设为主持人 ，OK， 好 ，Hank 现在是主持人 ，Hank， 你可以解开你的那个，你可以示范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哎 ，Hank， 你好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在装手机。哦，你在手机当中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手机的话，界面就会比较简单。简单，对对对。对，就是如果举手的话，在右下角有一个三个点点。对。然后它会有就是，右下角的地方三个点点点下去有选项，那就可以看你要说， okay. 可以把那个，我就可以控制说每个人的那个手是可以把它放下，如果有人举手的话。对，可以叫请他手放下，对不对？可是变成说，手机有个问题，就是主持人老师的角色的话，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用手机，学生可以用，因为你的功能就会太小，就是、太少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还用桌面比较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大概就，嘿，请有问题就我们就举手问题，或直接打在那边下面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去看书。好，恭喜我。再来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，接下来看一下。我说给你们看。聊天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有问题就可以回。那我现在哈，来，我现在问你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。那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 Hank 弄回来。对啊，收起来，请大家找到那个
请大家找到那个你的聊天那边哈，那我请大家打一个字哈 ，please spell。该先把东西给我，你下次就拿。coronavirus， please spell coronavirus， 请你找到以后，把它写出来。写出来。哎，把它拼出来。因为那个车子进去之后，那个门就不好开。好 ，OK， 一二三四，好，在这边没有找到的人看一下哈，就找到那个就是有好几个点那边，他有一个聊天的，你到打进去看看。好，好 ，coronavirus， OK， 就你可以在这边可以叫学生回应，如果他没有讲话，还有也可以用这个聊天去回应。老师都试看看，你用手机的也可以，麻烦老师打一下。好，雅珍 Lynn，Winnie Ye， 老师打一下，看你找得到找不到。右下角那个 Mandy's， 谢谢。OK， 好 ，Krista， 谢谢。好，然后你注意到发给他是不是有一个所有人？你把所有人点进去，你还可以发给你想要跟他私讯的人。那你现在找一个人，你就私讯他一下，看他看得到看不到。也就是他可以私讯给主持人，也可以私讯给另外一个人。好，你们可以用私讯的。好，那个应该是 Iris 吧，就已经有了。好。看一下哈，举手的画面 ，OK， 对，你们自己试一下私讯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，与其说适合上课，当然可以啦，就是那个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在家里哈，比较有空的时间，然后集体来研习分享，因为他又可以讲，又可以分享，又可以提问，哈。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，又可以看到我给你看的 PPT， 或是我想分享给你的连结，你们一点上去就可以看得到的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在那个聊天这边哈，所以你可以私讯了，然后你也可以给所有人 ，OK。好，所以这边是你可以叫小朋友问他，他可以回答的东西出来 ，OK。再来好，聊天这边哈，再来看，好，再来就是那个，如果你要邀请的话哈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下这边哈。你现在已经进来，假设你已经注册成功，那你现在要邀请人家进来。好，那你看一下，我先摄影一下哈。OK， 好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边就有一个有邀请的键，有邀请。OK， 邀请，然后你按进去以后呢，变成这个。好，再给你看哈。好，进来以后变成这个，有这样子的东西。那其实我刚才邀请你们进来，我怎么邀请呢？我直接就按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复制连结，我把复制连结按进去以后，贴到 Facebook， 贴到 Line 都可以。然后任何人看到有这个连结，点进来就可以进来这边的哈。所以你要邀请学生就可以这样子。那据我所知，像我的号码好像是跟着我一直走的，但是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，所以你可以直接邀请谁，复制连结就可以进来了 ，OK？ 好，再来我们看那个我看一下哈，好，再来是老师看一下左边下面有个静音跟停止视讯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点一下有没有？好，对对，好，那你可以按它的箭头，停止视讯的箭头。右边箭头按上去，有没有看到一个选择虚拟背景？嗯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有的话就点个头，有没有？有。好，那你们自己选一个虚拟背景，你可以选一个虚拟背景出来，选一个虚拟背景，你也还可以选哦，你还可以选你想要的东西，那你可以换一下。就像我后面其实就是一个虚拟背景，但是我的那个绿幕不够，所以投一半出来。那老师可以试一下。好，林芝 ，You are in Hawaii。电脑版才有，对，你们看一下哈，老师可以试一下、啊、但是你们如果每个人都是眼睛都是，你们现在都是给我都是那个黑板一个白的东西而已嘛哈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画面在这边哈，我的画面是这样啊，那好像不多人开这个来看一下，那你有的好，那个像燕飞校长的，他后面就是极光。北极极光就还蛮不错的，那老师可以开一下看看，试看看，
哎，我今天也没有化妆素颜来，没关系，大家在家里都很丑。哎，所以可以试试看哈。那我觉得可以根据你的状况，例如说我今天想要讲的是那个 food。OK， 你甚至可以，我都会这样。我如果讲副食，说 hamburger sandwich 或什么东西，我就到那个我的 PowerPoint， 我就去做，把一些 icon 抓下来放在上面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图像档以后，我就来这边设定选那个，然后后面的布景就变成实物的东西。所以可以根据你教学的主题去做这些有趣的一个变化，哎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玩的哈。我今天这个就是。我要再去买一个绿幕啦，我建议老师去买一个绿幕，绿幕好像有几百块而已，不然你就去布店捡一块比较深色的绿颜色的布，放在我的后面。你看我这边出来一半，是因为我的绿色的纸只有这么大而已，所以看得到那个有没有热血小樱桃这边只有一半而已，我窗帘就露出来了。所以去买一块布，好，不然我这个是用那个壁报纸做的，所以没有那么理想。那如果你要玩的就是更好玩的话，就是这样子哈，每次都会有个主题在上面，看你要上什么课。那你今天要上 animals， 你可以 maybe a picture of a zoo might be a good idea。所以我觉得蛮丰富的啦，或是你今天要讲，或是我们研习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，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后面啊。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上传，笔电里面也有内建的哈，像那个燕飞校长那个应该就是内建里面的哈，那我这个是自己做的哈。 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在停止视讯那边弄出来，你可以做一个虚拟背景哈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静音那个部分哈，就是你要试之前哈，然后拍一张给大家看哈。你要试之前，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东西都是正确的，就是说都好在这边哈，给你大家看一下这边哈。它里面有一个一二倒数第四个有测试扬声器跟麦克风，你每次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按这个测试扬声器跟麦克风，它才能够正确，就是说你的声音也出得去，然后其他声音也进得来。好，所以要一定要先测试。 OK， 好，再来我们来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分享画面哈。分享画面在这边哈，哎，几个人有看到分享画面的 ？OK， 我觉得很重要，最重要功能应该就这个吧。那个一个橘色那个分享画面哈，那个绿色这个分享画面，那你按下去以后啊，我现在分享，我的分享有这么多，那老师注意一下，你要分享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要分享的东西都叫到桌面来。你看我现在桌面有这么有我的桌面是有很多东西的哈，我有荧幕，那我可以分享白板，我也可以连接到我的 iPhone 或是 iPad， 然后跟你分享哦，好，然后有图档，然后还有热血小樱桃的首页啊，所以好，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刚才的白板啊，这就是刚才那边的白板，我分享的，好，那你可以用打字的。你可以用打字的，你也可以用画图的。我有问他那个清明节那个。好，那现在哪个老师要示范一下分享白板？来，举个手。我现在在学校，对，我到学校来。哪个老师要？你有笔电或是有桌机的？前一天可以。好。来，有没有人？来举手一下，有没有人要分享的？我让你去弄一下，跟我们分享一张图。老师先可以整理一下后面，你如果有一张图片或是一个档案要跟我们分享就可以。那我先请那个燕飞校长，你先帮我们分享个东西好吗？燕飞，好，来，燕飞你先分享。燕飞你要分享 ，OK， 好，现在。燕飞校长在分享，看他要跟我们分享什么。来，这个有分享到吗？有。然后我现在在看燕飞的 line。有进来吗？所以燕飞跟我们分享他的 line might not be a best idea to share line。OK。也看到。哎，有。你看到吗？
有有，那那个叶文校长，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昨天讲的那个网那个页吗？那个应采网还是什么？你可以分享那个 Google 的页面啊。有点慢，笔电哦，等一下哦。笔电好好。有分享到吗？有，那你现在在示范你的那个，就是要去找，对不对 ？AL ADL Education 啊 ，Taiwan 是英才网的网页。对，那像燕飞，燕飞校长就可以跟我们分享，我们进去英才网。好，那你他会教你。你的路会很慢，唱歌这边比较，你的比较 lag， 对。所以像可能在那个叶飞校长家里面的连线比较慢，可能就不要在家里进行这个。对，如果你要做教学的话，要在网络很快的地方做。 That's why I'm at school now。 对，好，那还有谁要试看看？要来，还有谁要试看看分享？哎，要分享的直接按下面分享就抢过去好吗？对不对？林芝是不是这样子？要分享就直接分享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欢迎这个，我待会就是在那个啊。好。他没有叫他们打电话回来问吗？OK， 所以燕飞你也跑很慢，对不对？跑很慢。嗯。关了没？有，听到了。你猜吗？对，没有错，有看到。对。打电话回来。好，那个还是有老师麦克风没有关，还是很干扰到大家，麻烦关一下。好。我都可以借你们拿电话。OK， 燕飞你，燕飞你就打回卡住是吗？那个燕飞校长那边的应该是连线比较慢。那雅珍，雅珍你那里有没有比较？看谁那边谁现在有要分享的东西？可是我用笔电，可能现在上网不是高峰期。然后 Christina 已经 OK， Christina 的，好 ，Christina 跟我们分享。好，那我大家听得到 Christina 声音吗？听到她的那个声音吗？没有听到声音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出来，听不到声音，对不对？大声，他没有听到。我告诉你 ，Christina， 你找一个动作 ，Christina， 你要有个动作是要分享你的电脑的声音，在哪里？要分享电脑的声音。Okay. 大那一盒要一百，我出来了。他那个好，有一个。如果你不要拿标了，他如果。OK， 好，我先把他抓回来哈，我先把他抓回来哈。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还是等一下哈，我看一下。停止在这分享，我先把你关掉。好，那个有一个老师，你的家里很吵，麻烦你的把你的那个关一下好吗？老师，你的那个麦克，把你麦克风先把它打叉叉，因为有个老师声音很吵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来，我告诉你哈，你要分享的时候哈，要看那个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分享画面的时候，好，我现在照相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我现在按的是分享画面 ，OK， 按分享的话，你会看到这个东西。你会看到，我弄掉一下哈，好，老师会看到这里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有一个什么？
共享电脑，共享电脑声音才会有，你才能够把声音传出去。所以刚才 Christina， 你的那边在分享一次，先打开共享电脑声音，然后你再分享一次哈，好不好？好 ，Christina， 麻烦你再弄一次。听得到他的声音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我讲话。打开。你先按那个 Christina， 你按那个分享对不对？分享画面对不对？左下角有没有个分享电脑声音？共享电脑声音？哦，有有有。你先按下去，然后你再分享给我们。好，你再放一次，然后你再放那个这个。好。按 play， 对。There was garbage everywhere. Now we hear it. On Thursday, Cookie got stuck in a kitchen drawer. Okay. 好，所以分享是这边就很重要。老师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在讲话，麻烦你把它关小声好吗？那个老师，请你把它关静音好不好？就是我们。OK， OK， 好，那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分享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就是你要直接，你要你自己的影像档，或是你要用那个 YouTube 的，直接就记得要开一个那个分享电脑的声音就可以了。哎，所以还不错。哎，然后那个好，再来那个 Caroline 在吗 ？Caroline 在不在？听得到吗？可以。Caroline，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今天那个 Amazon 他们说有免费的那个有声书籍有没有？你可以吗？那不是我分享的吧？哎，那是谁分享的啊？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那个 Google Site。好啊，好啊 ，OK， 好，那你切过去。我看一下能不能切哦。你要先在你的地方把你的档案全部都打开在桌面。哎，看到了吗？有文化国小英语教室。今天，哎，有的。我今天弄了一堆三年级的那个线上的游戏。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班级的网页，然后可以把一些歌曲，还有一些线上的游戏放进去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弄的，我这边弄的。十个游戏吧，你看一二三四，七八九，九个游戏，然后有歌曲，所以我让学生在家里自学。比如说我们教到的 numbers， 那学生就自己用歌曲做复习，复习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可以来这边点上去玩。这个网站不错，是那个 Word Wall。然后有一些 flash game， 那老师也可以自己设计。那我现在是运用他这个网站的资源，然后把它内嵌在我的那个网页中。嗯，好，比如说这样的游戏，然后学生就自己去做练习。One 在哪儿 ？One， 好 ，Two，Six， 哎不对 ，Six 下面。Six, seven, 这是最音的 here. 三的 three. 哈哈哈哈哈哈。Seven. 好，然后他还可以自己对答案。Four. 怎么？OK， 好，那学生做完之后就看看他对了几题。那他如果做错的话呢？这个游戏还可以重来 ，OK。所以我在做补救教学的时候，就用了这些资源，然后让学生可以自己练习。所以老师只需要给予班网的连结，那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，比如说现在是，他们在 Starter， 那如果是 Unit One。Unit One 的话也是，我就是先会放一些歌曲，跟这课程相关的。然后歌曲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一些线上的 Flash Game， 那学生在家里就可以自学。
所以这个就是我大概目前建制的。那好，那就学会老师，你怎么去去那个抓到学生有没有做，或是做到什么程度？嗯，还是他们怎么跟你回报？我现在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大概问一下，那其实最主要是用在补救教学，比如说他们来补救教学的时候，那他们就把网页打开，那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去进行哪个游戏，所以学生他可以自己玩，然后自己学，然后我再请小老师帮忙做检测，比如说三年级现在的重点在数字11到15嘛，可是他可能1到10都还不熟啊，所以就是先复习1到10，然后把这一次的学校的课程内容1到15把它精熟。那像第一个第一单元是在讲 it is 这样子的句型，那就运用歌曲完了之后，他就可以做一些线上的练习。嗯，这样子的话，学生其实他补救教学很喜欢来，因为他可以一直做一些有趣的游戏。你是用平板还是桌机？平板。平板，然后小老师做检测就可以了，所以我现在补救教学算是蛮轻松的。好，老师，如果你觉得主讲的人都讲得不错哈，请你那个到往下面有个回应有没有？回应哈，可以拍个手哈，可以回应也可以比个赞。老师试试看，哎，好，就是哎，你看好那个。吕嘉玲就拍个手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看到，哎，比个赞，拍个手，表示说，哦，这个讲得不错，这样子，对 ，OK。所以也是鼓励老师们可以建置自己的网页，因为它这个可以跟 Google Classroom 搭配。那 Google Classroom 我也会觉得是比较适用在学生缴交作业这个部分。可是如果是平常你有一些自学的资源让他运用的话，可以用班级网页来做介绍的，那学生他就会习惯上班，然后做一些练习跟复习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 okay. 来，好，我再抢回来了哈。Okay. 好，那刚才就是你可以这样分享哈，然后再分享的话，白板，看有没有老师要试看看使用白板的，把它抢过去一下。林芝，你要不要试试看白板？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有，听得到。OK。好，你示范使用白板一下。白板，等一下哈，我这边电脑的，可是我看不到上面那一个哎。好，先按那个下面的分享画面进去之后，就会看到白板。所以你就可以点进白板之后，那你有让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操作老师要做的部分。所以这边有几个那个可以icon， 对啊，可是我现在我的画面 icon 不见了，你们看得到会有一排工具列在这里吗？我们看不到你的嘞，没有哎。啊，没有看到我的共享画面。只看到数字哈，那不然我弄看看我的看看哈，我抢回来一下哈。好要点好，来我抢一下，我看哈，我的白板是这样，老师看起来，老师有没有看到上面的那个选择文字图画图章那个有没有？没有，你要点一下那支笔。对，你现在有看到我打的字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擦拭掉，它有擦橡皮擦可以擦。好，所以有选择文字可以就是用打字的，画图的话就是可以画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嘉欣你要先点一下那支笔，我们这端才会看到工具列。你现在是你自己那端看到工具列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端是看不到工具列的。那点哪个笔？那个上面笔。所以只有你自己看得到对不对？对。Okay. 只有我看得到选择图的文字图画这个啊，对，那我刚那样也是对的，所以对，所以变成说，等于说操作的人才看得到工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操作人才看得到工具，对，所以我这边有文字，然后你可以用画图的东西，这个也可以哈。那焦点就是说，哎，你看笔到哪边，那我可以用这个颜色好了，就哎，焦点在这边焦点哈，可以这样，就是 highlight 的地方。
OK， 然后还有图章了，这图章好像比较没什么意思的，就是打个星星什么之类的哈。对，然后也有重做了，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也可以说我擦掉这个，那也可以清除所有的批注都可以，甚至于你写出来也可以做储存。那现在请问老师，可不可以直接在我的白板上一起作业？我们昨天有讨论到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要在最上方那个查看选项的箭头点下去，有一个共同注记，共同点了共同注记之后，我们的页面也会出现你看到的那个编辑列，就会看到有滑鼠、okay. 文字、画图、图章、箭头这些工具。好，所以像我刚刚就是点选文字，然后 key 上我要说的话，然后我画图也可以去选我要的，然后共同一起编辑。所以要先到那个上方，它其实有隐藏了，我的设定是隐藏，那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设定的是不是隐藏，就是把游标移到最上方，然后会跳出查看选项，有从查看选项的三角形按下去，里面有一个共同注记，那我们就可以共同编辑。嗯，好，老师可以试着画看看。好，那万一哈，你明明在讲课讲得好好的哈，那些西音呢、啊、就开始跟你乱画之后怎么办呢？你可不可以禁止他们画？可以，在你要跟刚才林师讲一样，右边上去，你把那个只要把那个滑标，你的那个滑鼠的点到最上方的时候哈，就会出现那些工具哈。那有个更多，更多里面你就写一个不允许参会者添加注释。好，我先按了，好，请你们再画看看，画不上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主持人的功能。对，就是老师的功能，你不想给他们画，你就把它取消掉 ，OK？ 好，我现在是不允许你们哈，然后呢，我也可以先把它，我看一下，好，我还可以那个什么，谁画的？我看一下哈，好，那我现在又再打开了。打开，然后你们又可以开始画了。嗯，可以。所以在右上方那个，嘿，你们在画，就还是可以再画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你即使要讲什么，或是你要拼什么，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用在那个 iPad 上面，如果你有那个 pencil 的话，你就会写得很精准。OK，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就是好白板的地方，先到这边哈。有没有老师要试看看白板？有没有老师要试看看？有没有人举手？有没有老师再试看看白板？换你抢过去看看，你去啊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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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？你要画就把它抢过去了，老师你就试看看。白板，你看一下你白板那个抢过去的那个。所以只要按共享萤幕就会抢过去吗？就是分享画面，有没有？你是不是分享画面？对，只要按分享画面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抢过去。目前好像是应该是这样子。OK， 你们试看看看。好，老刚才那个是谁？麻烦你抢一下。好，佩珊。啊，佩珊，你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些那个 toolbars？这个是白板吗？好，那我看我可以画吗？OK， Krista 的板。好 ，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把它存档起来哦，这个也是可以存档的哈。OK， 好。谢谢，再来，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哈，还有哪里呢？有没有老师已经有那个开那个 PPT 的，用 PPT 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检视，谁有 PPT 有没有？来看一下，Zoom Cloud Meeting， 我没有，我刚好没有打开 PPT。
有没有 PPT 可以分享一下？有没有人桌面有 PPT 的？玉清老师，